钻石恒久远，一颗永流传。钻石是永恒，钻石其实是承诺的象征。当市场陷入造假风波，我是说人造钻石已经渗入天然钻石市场。印度钻石行业的声誉危在旦夕，钻石地位会受到动摇。我们的社会发生着变化，钻石的角色受到威胁，我们处于错误资讯时期，要继续活在美丽的谎言入面。你不会想啲人质疑你，那些不是好的客人，定是勇于作破，揭露残酷的一面。钻石由始至终都不是真的，钻石是一个大祸。物质的价值从来只是自己赋予，女人会将钻石的价值投射到自己身上。成交。没有什么天长地久 ，Now True 独家播放，现已上架。